永贝名单啊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被永贝的名单。废物 mode 第一个就这么凶啦，抱歉。这是怎样？聊天记录没几句，又是屁臀，真的又是屁臀，这能解吗？拒绝。超硬射出来了，什么东西？这又是屁臀？嘴巴。哦，刚刚为什么这些都是智障言论？然后讲完在那边要求解编啊？什么叫嘴巴好小啦？拍摄阿 B 下次不会再犯了。我发现被编的一定会有伤 baby。问安妮亚佛姐，又是问安。哦，肥脸机器人，看一下这个天天在密友说要求解编。亲爱的世成，写的这封长信是为了向你表达我最深刻的道歉和诚意。深感愧疚，后悔，是吗？我在过去的行为中缺乏尊重西蒙布拉，但是我看布拉德特罗尔一在你生活中打过一样。布拉德特罗尔一还在，有没有在？布拉德特罗尔一在不在？不在的话，五号代表，我看一下五号有没有说过。五号要是有的话，就一起奔下去。反正一号不在，五号。你们都同样的嘛，不敢乱说话了，不行，讲了五句，基本上都是垃圾话，然后两句伤 baby， 对吧？讲了五句，三句垃圾话，两句伤 baby， 他妈的，拒绝。哎，老哥，这里线上一号 e b l o o d t r y i l， 那整天都在标记人，到底标啥小啊？那看那一排，全部在标记人。又在飙，又在飙，又在飙，还在飙！看你，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啦？一直你在飙人，还在飙，还在飙！哇、哦，一次飙了那么多人，还在飙，还在飙，还在飙！那是有病是不是？那看起来除了有病，应该是没犯什么法、啊。你有和家人去旅行的三天，我家空荡荡的，于是我就什么东西啦，好想舔他的丝袜。那是因为他们，不是为什么都会打这些言论啊？本人布拉德特勒520-90=430，于5月7号下午5时遭到四神帅哥永奔，这是我第二次被四神永奔，没事了。了解四神小公主的小脾气，开玩笑的，太上恩狠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剩下活该。